周庭玉惨被刀打，用完就丢，小三记者也劈腿。鼠标打开。好，你只有就这么你一口我一口被酒吧刀围上了摩天的女记者成了小三。大家好，我是周庭玉，你们可以叫我婷婷。我想要唱一首歌给大家听。就是这么惊天一吻，就是这么惊天一瞬啊！婷婷，你红了，你真的红了啦！24岁，周庭玉，交大毕业，大学是热舞社成员，算是学校的风云人物。婷婷跟刀刀爱的轨迹有迹可循。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话，我很乐于认错。那去年采访九把刀，就在脸书填喊：“我喜欢这种霸气的正义感。”今年1月，九把刀公然夸婷婷超级可爱，婷婷甜蜜回复：“超级者令人幸运的是，这是认识九把刀。”在安排美食专访，像公然在约会啊！周庭玉就是一看他这个样子，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得很好吃，脸才有办法吃到这么远。就连先前流行的冰桶挑战，也看得出两人的情趣。九把刀超忙的啦，一边晒正宫的约会照，一边还要抢头像秒回小三的美照啊！而两人上摩铁新闻曝光后，周庭玉也被曝已经有男友 M 先生，搞半天成了双劈腿。我也喜欢他。但是就是，我想因为我未来是我的女朋友。苹果的 online， 如果你没办法清醒的话，我把你打醒啊！宝刀。